杀的我还好一点，杀的我可以拿着。我他妈忘了自己没闪，不然可以跑的。还行啊，拿到两个助攻，这个鞋子好得快一点。TP 拿枪我一般心态崩的就玩 TP 拿枪，然后 TP 拿枪还能赢，一般玩 TP 拿枪的时候队友就猛一些，这队友就能站出来了。主要 TP 拿枪也可以打对面个是吧，猝不及防，比如我上头抓的人我直接踢下去，对面看到我抓上他立马抓下我，立马踢下去。我把把输，我带这把带 TP 的，或许带个 TP 就能赢了是吧，把把打出优势就是输。哇这么快，我准备二级过去越塔的。压这么深，Q 没放好，我的失误了，我的这个 Q 不该交的，我以为他一级用的 Q， 不用一级用的闪，说错了，我以为他一级用的闪，我的，不然的话 AEA 的话，等他交完闪再跟 Q 的话，有机会杀。我这个就是不交 Q 的话，就是等到闪现再交，知道吧？我就像怕像刚刚这样，加完 Q 他就跟闪，我 Q 就没了，相当于空了。等到闪现完再跟 Q 就稳住，要么就把他 A 到死就行了。哎，我他妈核心没打完啊，一丝血，操的，一丝血的核心，这能扛他啊，我可没时间胡闹。等下一波行吗？不急，
才挂屏障，他们不一定打得过。等一下，等他上。我可没有刮胡子的闲工。啊，没上是吧？没上我就回去刷野的。直接收集者不行，收集者都削弱的，还是直接收集者。上版本的收集者都不行，这版本还削的。收集者巨垃圾。打完这个红就去搞下的吧。麻了，想到好主意了吗？他们肯定要跑啊。没跑吗？没扣的蓝吧，好像没扣的蓝。我猜到他们在这里勾一勾引，但是没办法，我不上的话，不杀他的话，他跑肯定跑的，他而且大人头跟他换不亏。这把换个树桩吧。兄弟们，这把直接出那个青羽加无尽吧，好吧，不出经济时期的，这把自己贼，不指望队友了。杀了就好，但还是亏了，不赚，中路塔没了。
我给 T 过去守一下。这个粑粑是玩那个，他是玩虚空的，虚空鱼的。这种放W的时候被打断是正常的。还好有被动。下路也太难打了吧，下路拿这么多头对线一直死，太难搞了吧。还是小龙吧，稳一点小龙吧。我感觉这波可以打，把他们包了，属于是。这波属于是把他们包了。这个 F6 我不敢打，他要是你等我的话我就没了。这边的话红这边有野可以反。这不看出 TP 的作用的吧？
应该能杀吧，这回应该能杀吧。他一个没拿老鼠，他去抓瑟提。好节奏，我操，还得靠对面带节奏。我们还真杀不了这个老鼠，真没那么好杀，还得靠这个老鼠自己发力。我输麻了，知道吧？输麻了，所以这把换一个符，换一个技能，换个 TP， 瞎搞，瞎搞。我以前瞎搞的时候就能赢，瞎搞的时候队友就给你。哇，我他妈差点没勾了，我刚刚手离开鼠标了，我看他插眼立马看他插眼，我立马手松下来，立马手放在鼠标上里面，然后一走的。哦，这银雀已经死十回了吧？这不塔是肯定能推的。继续推吧，继续推吧，他们不回来了，他们不回来，不回来，我们继续推，只能推啊，不推干嘛呢？对吧？你别跟我走一起了，我感觉。还好还好，哎，他还来吗？还要来。这把这个色敌还挺猛啊！说实话，一玩 TP 都有就给你。以后年怪的时候就用 TP 解决毒吧。啊，这他妈的，他台已经用完了，可以过来了。必死了，这个老鼠出来的时机太好了，没办法，他这波出来时机太好了。啊，大灯又没了，坏了。
帮我挡住，对，我可以杀的。这样的话就打回来了，杀三个就打回来了。哇，这不死，好肉！这个鳄鱼没意了。我操！这波 TP 又逆大功啊，兄弟们！是不是？是不是这个 TP 的逆大功？妈的，这个老鼠！战银人好恶心！这老鼠配银雀，看人真的猛。这红好像还在的呢，他红还在，红还在。我刚刚就准备 TP 反红的，哎，红没了，那我的，我是小手。要不出银血吧，兄弟们，出银血了，银血有吸血，拿个红，然后直接去小龙。这把就是被那老鼠搞得有点难受。拿出来打吧，拿出来打。你他妈跟我队，你找死啊！他应该流血流死的。赢了吧，这回应该是赢了吧，这回终于赢了吧。别说这有，也有那个什么东西。也有意外的结局。55攻击力，25爆没了，就一个，后面就给一个盾了，就一个盾没了，是不是很难呀？手指太弱了，所以我不出的。他要的话给他吧，我钱够了。再来个复活甲，复活甲的，然后把鞋子可以换成别的。就这样好像没爆的是吧？没爆着的，就50爆，50爆还行吧，50爆也够了。这也是 TP 的好处，可以下面带线。要没有 TP， 我这波不敢带的。这闪现的是吧？
不找了不找了，一波的一波的。这个盾是有盾，但是他没有，他只有那个的一半，知道吧？只有盾弓的一半的盾。这个只有盾弓的一半。不过好处就是他，但是他没爆，盾弓有暴击，他们这个没爆。